再见旧版训练场。听说旧版训练场要下线了，但是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。由于新版训练场的可玩性太高，很有可能会增加开放时间。就比如火力对决模式，它的开放时间是周六周天。如果新版的训练场也有开放时间，那么旧版的训练场也就不会下线。这么说大家应该明白了吧？那么咱们这期视频不是真正的再见训练场，而是保留一份旧版的训练营。一旦下架了，我们也有证据证明咱就是真正的老玩家。下面看看我录制的片段吧。大窗帘提升你家门前，楼道空旷天高十八千，手捧花鲜艳。